帮他分高了，分高了。嗯。我来分了仔，嗯，我给个，我怕你脸伤口嘛仔，分了分了分了，嗯，嗯，妈，妈，嗯，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带主妇耶？知你辛苦啊，等埋個零星期啦，好冇？嗯，爸爸帶你出去玩 ，OK？ 嗯。出嚟等下先，雪姐瞓得唔舒服啊，雪姐，等嚟等去，計嘅仔，我都唔想噶。瞓啦，媽睇唔到你嘛，可以嘅話我都唔戴個罩俾你啦。阿媽睇唔到你驚你舐個傷口嘛，誒捱得個零星期都冇，因為你一舐個傷口又唔得噶啦，捱得個零星期搞掂噶啦，唔使。爸爸幫我帶你去玩，好冇？而家我瞓咗我先咧，呢度啊，妻娘，佢喺呢度啊，但系佢攰啊攰啊痛啊，喺呢度缝咗几针啊，妻娘，在呢度啊，
我想不到佢依度会好大好大啊，好阔啊，咁阔啊，跟住咁深啊，凄凉嘅啫。佢咁屋企我，你唔舐佢得噶啦。佢而家咁样瞓咧，见到光就 OK 咯。但系红咯，但系伤口干就好事咯。佢而家干，凄凉嘅啫。OK 啦，冇办法嘅啫。系埋依个几星期啊 ？OK 噶。真惨嘅，我都唔明佢点解会咁嘅。真系唔知呢条伤口点嚟。一系咧做，即系后边嗰度带切佢咯。一系就做喺个车度行嗰阵时咯。咁咧，即系我都唔知道。因為平時咧喺依邊咧睇唔到佢咯，所以我唔知佢呢度會有一條大嘅點講啊，會有一條大嘅血痕喺度，好深下個傷口，比較痛啊！知道我講緊佢，而家皺住個鼻。OK OK， 我唔講啦。OK， 我唔講，講唔講？哇！我真係睇一眼啫，我都唔敢再睇落去。阿九爸都好驚啲咁嘅嘢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长的伤口，或者年纪大了，抵抗力差一点，可能是后面那个东西切他切成的，但是很深，伤口他又不懂得说话。唉，真是 OK， 好了，睡了，不说了 OK。今年真係，阿仔，今年係你本命年啊！嚇，總之你過咗個十二歲咧，就好話題噶啦。個多寶號等住你周圍去玩嘅，知唔知啊？嚇，應承你帶你去睇雪 ，OK？ 個雪好之後帶你睇雪，上雪山，好冇？凄凉嗰阵时咧，见到，我点都谂唔到佢呢度会有咁深嘅一个伤口，好深啊！真已经咁阔啦，系咪缝针已经？啊，佢真系一两公分咁，佢成咁深咁深啊！个伤口喺度，但系佢又唔叫痛啊！所以我疏忽咗啦。其實照超聲波嗰陣時咧，已經麻醉咗佢，幫我剃咗啲毛，剃咗啲毛，但係都冇發現佢有個咁嘅嘢咯。咁跟住就一直仲係點講啊？到嗰一日，我喺部車度聞到一陣味，我話：我話唔係佢年紀大失禁啊！咁好，即係有陣味喺度咯。咁話啊～都想不到他，原來他化了綠，化了綠，那陣濃那陣味，我當時都不知道，我真的以為他那些尿滲出來，那我換了他後面那條布帶，那我幫他抹，那抹他另一邊，因為他這隻腳，他現在這隻腳呢，就晚上睡覺，他有時候這樣睡的，通常呢，他因為他這隻腳是正常的，他是睡另一邊的。咁抹啦，幫佢抹咧，抹另一邊咧都唔知道佢，以為佢係滲啲尿出嚟。咁啊，幫佢抹，咁抹完之後咧，跟住佢仲有陣味喺度。咁到佢咁樣瞓翻咧，瞓依邊嘅時候咧，先發覺原來好深啊！呢個傷口喺度。唉，凄涼啊仔，又唔識出聲。OK啦。再講佢又會醫嘴嘅啦，
做咗个手术，又系要即系点讲啊？我都唔识讲。OK， 得瞓啦，姐。